的回应。OK， 我在里面会多教你们一些东西。平常日积月累，每天进步一点点，每天发一点点，然后两天三天发一点点，告诉你们最新的这个商业资讯，做学习好不好？好。然后呢，我个人呢的 FB 啊，你可以搜寻有没有 FB？ 这不会没有吧？没有。Facebook 有没有的举手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个人的 FB 在粉丝页当中，每周会在线上直播一些课程，然后送给你们作为服务。线上直播就是我今天教如何激励团队的五大步骤，如何这个销售的四大秘诀，如何收钱的方法，我会在 FB 里面搜杜云安，就我作为这个线上直播。加上如果我在大陆出差，有微信，在台湾有 FB， 然后你定期的每月如果来上我的这个课程当中，我会更加了解，做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的师生关系，因此建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我们在这边合照一张。建立我们的台中创富之路开始，来，我们这几个合照就好了。我们要怎么合照？那个，没关系，我来照。没有老师，你看外面照啊，这里。好，外面好了。好，太挤了。